Surprise！ 嗯，我想看，还挺大的吧？这个挺大的。哦，这是我们要住的房间。哇，我的 surprise！ 挺不错的，我觉得很高级耶。哇哦，两张床，我们三个人住，这绝对算得下好。对，我真的很爱澳门的酒店，你看它的卫生间多大，就像我自己家里的一个房间那么大。哇，真好，太，不错，还挺干净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还得拿一套洗漱用品？我自己带了洗漱用品来，我自己。那我们就不用。今天穿的很随便，因为是坐车过来。我穿得很隆重。对，他很打很隆重。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个午餐，然后下午有一个英国朋友过来，我们就要一起跟他去见面。然后当然我待会会换衣服啦。我们现在准备出去找东西吃 ，Let's go。有点曝光。对，曝光。这要不要吃？我不要。我觉得它的牛腩好吃。嗯。但是我这个粉有点太细了，太干了。早知道我也点红色。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since I memorized your face. It's been 4 hours now since I've wandered through your place. And when I sleep on your couch, I feel very safe. And when you bring them back, it's a cover of my face. I do.五十，刚刚在这个教堂里面那个纪念品超市买了一条手链，就是紫色这个，挺好看的，现在手上有两条啦。我真的很喜欢澳门这些摩托车，我也很想拥有一台。其实我觉得澳门是一个很适合就是骑着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在这里逛来逛去的地方，但是可惜我们不能够租，因为我们没有这边的那个驾驶证。我想看一下。刚刚从那个教堂出来了以后，突然间天降大雨，然后呢，我们就赶紧进来躲雨了。娇羞。
说话吧。然后呢，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不知道什么，这条小巷子真的好美。然后我们只是在这里拍拍照，然后我们准备去找一个咖啡馆坐着乘乘凉，因为天气太热了，走吧。我的战神 ，Thank you， 女神。我要买这个，不过这个我是用扫了支付宝。蛋挞哦，这是你们，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在澳门吃的葡挞，来吃一下，让我看看。好吃吗？现在是几点？几点？7:06。你知道吗？这个点是我一天之中最喜欢的一个点。帮我拿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时候嘛，天还没有黑，但是呢，这些灯已经全开了。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种白天跟黑夜交接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的浪漫。Yes, do you agree? 一个很像欧洲的脚，然后呢，这个同学非常的开心，好，准备给他拍一个照片。等车过了先。Oh my god, it feels like Europe。他是不是在跟我们比耶？那个是。哎，我来了，那种感觉，可以了吗 ？OK。哇哦！哇哦！茉莉公主。拍视频中，两位美女，今天开心吗？有点，除了热了点。I'm feeling very, very hot. Very, very hot. 我要去吃饭吧。我们准备来这一家葡萄牙风格的复古小酒馆吃个晚餐。Let's go.
cannot make true. Ketchup? 其实我觉得会很棒。就不是的，他这张打。